刚刚挑那个人参果，人家几十斤都给你挑完了，挑几个出来？那他货不好，那关我什么事？这个东西我跟你说，回去你会后悔，这一点你都不想买。怎么会呢？我挑了这不好的，肯定还有坏的。我想在外面住，去那边开个房间。为什么外面住？家里我爸妈都收拾好房间了呀，他已经把它打扫干净了。可是你家没有厕所。早说我家没有厕所，两个厕所没有厕所。你就是没有厕所，你家没有卫生间的。你是想在房间里面安装卫生间的那种？那个农村很少有这种的。他小院那种卫生间我都能接受了，但是你家那个我是真的接受不了。我回去我叫他们把整理干净嘛，这两天有空我就安排他们帮整理一下，该拆的拆嘛。那我先在外面住两天吧。你确定要在外面住吗？我是真的不习惯，洗澡啊什么的都不习惯，没有水又小。那你想在外面住啊？嗯。那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房间，不一定哦。怎么啦？没房了、你们这里还有人旅游的吗？有，我们这边本来就是有些地方可以旅游的呀。去哪里啊？牛角寨啊。哦，有很多地方啊。远吗？我也想去。开车应该要一个多钟吧。那怎么住这里呢？这里他那里问题没地方住啊，那不住这里他住哪里？那里没地方住啊。街上在这里的。哇，你们这边够远。那边是人家逛山里面的。家了，等开门，我的家里钥匙都没有。我真的没有了，敲门。东西在车上，不开门。叫我妈，叫妈。阿姨。哎。叔叔开门呀。哎。这个不绑起来啊。阿姨不在家。哎。在家。肉不多，把它绑起来去，绑起来去，来，去，快去，过来，过来，去拿东西啊，对。